析是最近登革热正在蔓延，我们三个县市共同今天早上就发起三个县市同步清除登革热病媒蚊的一种作为，我们已经在这里宣示我们三个县市一起来共同来防治登革热。那蔡英文主席在去年九合一的选举推出区域联合治理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云嘉家共同共享资源，共同面对相关的问题，携手来联合解决问题，所有的经验分享资源共享，把它处理还不错哈。大家都可以看到马其诺防线登革热本土型在云嘉家都没有发生哈。那我们很努力在做。那么非常具体的成果之一，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爆发的禽流感疫情，也是非常严重的一次的疫情。我们就发挥了联合治理、彼此资源那么这个资源共享的这种合作的精神所以我们能够度过禽流感的这个大的一个灾害那么现在又碰到了这个登革热我们三个县市也是携手合作大家共同来做防治的工作。家家区域联防。